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弟，有一位大哥联系我要杰克罗素梗哈，咱这到养护家附近了，走，看啊，到了哈，哎呀，之前他家是在另一个地方哈，现在换地方养了，看了吗？这刚毛的杰克罗素梗，平毛的，腊肠，都放着来过，把锅都放出来了，哎呀。看到了吗？腊肠杰克罗素梗，这个大哥是养鸽子的哈，看到没有？不咬肉吗？哎呦，有点害怕哈。看没有啊？这是鸽棚哈。你这回租这个厂房漂亮，那漂亮，一样价钱也漂亮，18亩地。上回这个腿小了，你看这多敞亮。你看，这都是哈，这鸽棚。哎呀，狗都在这边哈。那小狗店那边的大爷，我你带我看去吧，看了吗？都放着了哈，像鸽棚就得养腊肠，还有杰克罗素梗哈，捉老鼠哈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他家之前在另一个地方的时候还养了点柯基，还有金毛，你看没有？主养还是腊肠还有杰克罗素梗，咱是去看一下幼犬哈。哎呀，看到没有哈，这都是杰克罗素梗哈，这几窝的，这几窝的，这一窝那么多吗？一窝七个，两窝呗，这两窝的杰克罗素梗哈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看脸都可以哈，都不错，太漂亮了哈。哎呀，哦，这个是狗妈妈哈，然后那一个也是狗妈妈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生的哈，这是两窝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太漂亮了哈！一般这个狗比较少哈，见不了这么多的幼犬，看到没有？这一下，这是七条哈，可选性也比较大。那个一看就是大窝的哈。哎呀，都不错哈，太漂亮了哈。然后这边还有。这老狗还叫嘞，这是快生了，大肚子待产的啊，大肠哟，它都黑开了，之前没有呀，我记得，因为没讲没事，这黑开是几公几母效果？嗯，是3亩呗，3亩1公来着，那这还小了很，嗯，这边还有柯基、杰克罗素梗，那后面还有好多腊肠哈，看到没有？黑柴还小哈，刚生没多久，有4天吗？啊，有4天才，那还得等段时间。嗯，没有多。这里边几个公的？不知道。啊。这里边一个母狗了，是吧？一个母，我想看看公的，这两窝公的好几条了，我看的。这4条都是公。那个大的是公的。嗯。好嘞，好嘞，看到没有啊？大哥是想要只公的哈，可选性比较高。这7条里面是有5条公的，1只母的哈。两只母的不卖。哦，母的还不卖。嗯。老粉丝应该知道这个大娘哈，之前在另一个地方去他家拍过几次哈，也拿过几次狗。他一直都说母的要自留。他过来遛吗？对，咱抓紧和大哥联系一下哈。刚才和大哥开视频看过了哈。他比较这两窝里面比较中意是这个大一点的这只小公，但是这个耳朵上有点伤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已经开始长毛了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耳朵这里哈，看到没有？开始长毛了哈。然后大哥说还是再等一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两窝杰克罗素梗哈，这里面是2母1公，这边是4只公的。一共是5只小公，2只小母哈，都非常不错哈，都是3针育苗齐全的。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非常漂亮。大哥没相中哈，另一位粉丝大哥挑选了一只哈，挑选的这一只，看到没有哈？漂亮哈，咱马上拿走，去团部发货哈。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他家还有。喜欢杰克罗素梗的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